中流县联营处四号公告，要加开9月6号、9月7号以及9月8号这3天小琉球往返东港航线的班次。由于小琉球公船流星号正在进行岁修，为了保障民众能顺利上学和工作，交通船加开早上6点半和7点的班次，让民众可以顺利往返本岛以及小琉球。